我是 Carroll 的学生，我叫 Sean。 我叫 Sherry， 然后今年刚来，感觉这边还可以啦。如果你吃得惯这边的饭菜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这是我们学校的电脑区，这是我们图书馆。一般学生呢会在放学之前，放学之后，课间或者午饭的时候来这儿学习借书，有很多的藏书，一般学生可以随便借的。那其实这边美国人还是对中国人很友好，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Brittany， 然后他就特别多中国人朋友，然后他的朋友们也是很喜欢跟中国人玩，所以说这个经历还是挺宝贵的，我觉得。Hi, welcome to Carroll.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here because we love school. Yeah. 服务还是蛮周到的，像我刚刚在 JFK 机场那里下来嘛，然后 IU 都有准备车来接我们的。对，我这个住家特别好，我们是两个中国女生一起住。然后这个住家，因为他去年也接待了另外一个学生，所以他就比较有经验。然后我感觉这边今年好像很多新主家加进来，所以感觉新血液会越来越多吧，然后选择也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。So far 就很好。